好家伙，一大早醒来，居然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家要被淹了。哦，可以游泳了，看水已经进到我们家停车的地方了。来，出来，出来游泳。我们家缺条船。好，邻居要出去上班了。开车不太方便，还是开船比较方便。小区的，浪打上来了啊！真绞死了！清迈已经下了好几天雨了，这会又破了前年10年一遇的大水，水位创新高了。物业工作人员看，在这里在处理问题。看，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开始通下水。其实通下水没有用啊，这是整个清迈河水上涨倒灌出来哦。我们家阿姨来了，哦哟，可以可以啊，是冒着大水过来了。Later。经过物业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水终于退了，比我想象当中快很多啊，40分钟，1个小时不到，水就退了。不过你看这地面啊，都是带着泥的，估计过会儿物业会开部那个喷水车过来，储水车过来冲地了。我们家邻居泰国人自己在冲地，物业开了一辆拖拉机，装了一大桶水，开始冲洗地面了。再看看我们家的寄居蟹，挺滋润的。看这些小鱼，日子过得挺舒服的。我们把这些鱼放到那个地方去吧。雨停了，出太阳了，太棒了。Oh, what is that? that? Python? What is that? No. Is that a dinosaur? A dragon? A dragon? Okay, I thought that's a snake. That's not true. No. Oh my god! Your little bird. Oh no. It's that way. No, Zen, no. Do not. I'm gonna beat you up. No, no.哇，学校门口的小河，你看学校这边的小河还在哗哗的往外流水，这里还在往外冒，里面就是学校，估计还是被淹着的，所以今天还是停课，上网课。到这边来看一下，看这个河，那个小桥，河水在呼呼呼的冒。泰国人光着脚去买咖啡。忍不住拍一下，看下水道到处都是在冒水，看到吧？人家门口，哎，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，你看，一只乌龟，好大的乌龟啊！怎么那么大？嘿，大家伙！哎呦，看这么大只乌龟，看，你看就在学校这个路上。但这乌龟长得不太好看哦，嘴巴是歪的。哦，你看它嘴巴裂了，有点像兔唇，还蛮大个的嘞。好了，放它走了，你赶紧跑吧，你这在马路上太不安全了。走吧你。
把它放在这小河边上，咱就把它扔这儿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